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是土豪英雄，而武则天最厉害的就是她的一技能了，特别是第二段伤害贼高。那这个伤害有多高呢？下面给大家一套铭文和出装，有了这套出装，一技能丢两次就能收割一个小鲁班了。铭文是十个轮回、十个心眼和十个梦魇。出装方面可以选择回响则战、痛苦面具、博学者之怒、虚无法杖和两个贤者之书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武则天就用一技能来收割小鲁班。是不是很强呢？武则天的连招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套路啊，比如二技能甩完之后马上丢两个一技能，还可以在丢完一技能的时候马上丢一个大招，这样无论是团战还是单挑都非常好用。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觉得武则天还有哪些更好的出装和套路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，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探讨。